诈骗小三要名分，不给说服家子弟回头找未婚妻消肿。情人间若非真心相爱，再怎么用婚姻绑定关系一样徒劳无功。网剧《本世代》描述网络趋势掀起一番淘金潮，西来各界网美攀龙附凤，由小魔林威多饰演的乖乖也是如此，自认肉体能控制男人，半路却晕船爱上富家子弟菲利普，背住他的未婚妻是进旅馆，展开一场火辣的滚床戏码。两人一抵达战场，菲利普便双手环上乖乖的腰间陶醉激吻，接着把人推上床准备拆礼，才要解开皮带却被喊卡，我还不想那么快吗？以为对方只是在耍矜持，菲利普早已经宠冲脑，没关系，我很慢的，完全停不下动作，直到被乖乖一把推开才恢复理智，算旧账，代言人让你当了，想拍电影也在帮你瞧。恼怒既然不给税，当初就不应该要求一堆。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就承认我。况且演艺圈现在流行小三篡位，菲利普得知乖乖想要名分，但是婚姻一旦破局，自己的事业也将灰飞烟灭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能继续周旋在两个女人间。回到家甚至把未婚妻幻想成乖乖，一晚踏上两条船，满足方才看得到吃不到的渴望。